在时间8:50，我们准备要出发去台东。干，真的好累哦，比当兵还累。生活只要过得越惨，你的梦想就有机会成功。小兔，耶、yeah ！希望大家都可以。是，还有毛豆。嗨。燕玲，对啊，很漂亮的房子，让我们住一晚。耶、yeah ！谢谢小兔。到这个危机，所以我们等一下像我们平常说的计划了，我们要挨家挨户的拜访。哎呦，越惨越成功。是不再提，放了吧，把心事变为一。我会用尽所有力奋力的邀请。我现在来到了一个教会，我们要问他们有没有小朋友需要剪头发，因为我们刚刚看到一群小朋友往里面走。我相信有能力会开启久违的光明，老天爷总是会看得清。嗨嗨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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忘了吧，混乱的事不再。